与其让白日梦荒度岁月，不如去瞧一瞧那个仙人一直想去的地方，趁着好时光。Hello， 我是导游晓林，起身啦！我们今天的路线是清新养生游，来跟我走。南丹山森林王国地处热带雨林区，这里既有着天然风林的奇观，又有着原始雨林的神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南丹山森林王国，然后我们这里看到的是国内三大玻璃桥之一，全长379米。依托得天独厚的原始森林资源，建造在层峦耸峙间的峡谷飞索、树冠廊桥、丛林飞跃、彩虹滑道等众多森林探险项目，好玩又刺激。中午来万水湾尝一尝农家乐，清蒸鲩鱼、清汤豆腐、龙子蒸虾、梅菜扣肉、猪肚煲鸡，咬一口满口鱼香，汤味醇厚，品一勺鲜美上瘾。往西走就到了南丹双生态牧场，这片美丽牧场广阔无垠，有着绿色环保、纯天然无污染的奶牛养殖，在这里你还能感受到给小牛喂奶的田园乐趣。离牧场不远便是九道谷生态旅游区。噔噔噔噔，我们到了九道谷漂流啦！在九道谷漂流，可以尽情饱览两岸青山翠绿，呼吸山野芳香，聆听鸟叫蝉鸣，享受大自然提供的天然氧吧。陶艺展示馆也是非遗项目南山五彩陶釉的传承基地。这里是杨英才老师的非遗陶瓷艺术馆，这里的艺术品是再现了汉唐的遗风。经由数十道工序而成的工艺品光彩夺目，精致大方，在天然宁静的工坊中回归童年，寻一方泥巴，主心之所向。